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经文：无量寿佛，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皆是往生七国。 昔令得泥环道，作菩萨者，令悉作佛。既作佛已，转向教授，转向度脱。如是辗转，不可复计。十方世界，声闻菩萨，诸众生类。 生彼佛国，得泥环道，当作佛者不可胜数。弥陀的大愿是要普度十方一切众生之类，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西令得泥环道，全让他们得到。 无上涅盘之果，做菩萨的，让他们成佛。成佛以后，辗转教授，度脱无穷无尽所度的诸往生类，数也数不过来。请看下面经文。 比佛国中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。所以者何？犹如大海为水中王，诸水流行都入海中，是大海水宁为增减？八方上下。 佛国无数，阿弥陀国，长久广大，名好快乐，最为独胜。本期为菩萨师求道所愿，累德所致，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。 无穷无极，身大无量，不可胜言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：十方世界这么多辗转度脱，都往生极乐世界。然而，彼佛国中，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。 这里不好懂，打个比喻：一切河流都入大海，大海并不往上涨，大海不增不减。这就如八方上下，佛国无数，这么许多人往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。 没有变化。阿弥陀国长久广大，名好快乐，最为独胜。广是宽广，明是光明清净，好是向好庄严，胜过十方一切佛国。 这就是本七位菩萨时求道所愿，累德所致。因为法藏比丘行菩萨道时，愿就是如此，又不断的积功累德。阿弥陀佛，普施真实之力。 不只是对于咱们这个地球，是普施十方，无穷无极的世界里的一切众生，弥陀恩德广大深远，言语难明。前面提到，比佛国中，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。 可以打个浅的比方，咱们数学里有一个数八，横着写，叫做无限大。什么数加无限大，还是等于无限大？无限大减多少，还是无限大？无限大被什么除，还是无限大？ 无限大不可能减少，有一定的数才能减少。常如一法，就可以用无限大比喻，所以不能存有机械的有限的想法。佛说依法，这个依法是什么？ 这个依法是法性身，法性土，它是法性，一理甚深，众生难明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极乐世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有没有边界？没有。 所以他是依法。你有缘，你见到了；你没缘，你找不到。所以往生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。阿弥陀佛不来接引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。这就好像我们看电视的频道。 它在哪里？就在频道里头。你没有按对，按对极乐世界就出现了。这个频道很特殊，特殊在哪里？我们的频道需要按，它才出现，它不按不会出现。信愿持名。 就是他的案件，我们只要具足信愿持名，你就见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把极乐世界展现给你看。你相信真有？为什么？它永恒存在，不生不灭，真正的无量寿。 不是有量的，是无量的无量。十方世界讲无量寿是有量的，这个比喻好。故佛以大海为喻，以明其意。把极乐世界比作大海，把十方世界的这些河流。 流入大海的水，这些水入海，大海不增，没有看到水上升。用这个来比喻十方世界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没有看到那里的人数增加。又比土大士。 重返秽土，救度群生，七数亦无量。极乐世界的人出去度众生，也没有看到这地方人减少。十方世界众生来往生，没有看到人口增多。他的人口很奇怪。 不增不减，这个世界真的没办法形容，太微妙了。我们用经上的话说：“或隐，若现；隐是不见了，现是他又现前了。有缘他就现，没有缘。” 他就不现，隐现自在，隐不是没有，现也不是真有，可别当真，当真就错了，不当真才能见到真相，当真就见不到。为什么？你起心动念了。 起心动念是妄心，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。真心跟妄心是一个心，一个觉，一个迷。觉了叫真，迷了叫妄。迷悟不二，这就不可思议了。 所以说，唯有一真，没有对立；有两个就对立了，有阴有阳就对立，有善有恶就对立，有凡有圣都对立了。对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 我们从佛的这些比喻中、说法中去体会、去悟。所谓悟入，能不能入是在自己，不在佛。佛只是来斗鸡，来引导你，你自己要聪明，顺着他在引导，气入真实。 豁然大悟，为什么有人能悟，有人不能悟？能悟的人有缘，不能悟的人没有缘。缘是什么？缘是机缘，但是这个缘是可以培养的。怎么培养？ 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怎么离相？即相离相。就像我们在看电视，看电视怎么离相？知道这相是假的。相怎么出来的？屏幕生出来的。屏幕没有了，相。 就没有了。屏幕是真的，里头没有相，不生不灭。相是假的，刹那生灭。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体，不是二体。所以，你一定要知道，画面就是屏幕。 屏幕就是画面，二边都不执着，就是明白人，就觉悟了。执着一边错了，执着二边也错了。一边也不执着，不执着有，也不执着空，空有两边不执着。 这就有机会切入，所以心要保持清净平等。佛门最高的、最殊胜的禅，禅是什么？上面所讲的就是禅，禅就是一心禅。 就是一念，一念没有了，就是开悟。还有这一念还开不了悟，这一念也要放下，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。所以，禅宗不立文字，也能唬人。禅。 有真的，有假的，这个你要知道。不像教，教不能作假，没办法作假，它有经本儿，有凭有据。禅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随你怎么说法。但是，一定要有那种根性的人。 如果没有那个根性，你说这些没有用处，他完全听不懂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看到，五祖说的禅机，慧能他懂，连神秀都不懂。神秀跟五祖几十年。 很长的时间，神秀通教禅没进入，所以五祖把衣钵传给慧能。大众非常惊讶，五祖怎么会传给他？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只有谁心里明白？只有神秀心里明白。 神秀真正承认能大师比他高明，他比不上。对能大师很恭敬赞叹，这是一代大德，没有傲慢心。那时候是武则天当皇上，神秀赞叹慧能，劝武则天。 礼请能大师到京师，就是到首都跟武则天见面。武则天下诏书，六祖不出山。看看我们的古圣先贤，他们的德行，他们的道风，真的配得上“古圣先贤”这四个字。 他们是真正的古圣，他们是真正的先贤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。下面总结一下这一品经文的要点。第二十九品经文的要点，这一品经文有六个要点。 第一个要点：你是怎样理解“愿力宏深”这四个字的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的愿力是什么？你现在是个学佛人，你的愿力是什么？你怎样兑现这个愿力？第二个要点。 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为什么要再入生死界？为度群生，做狮子吼。第三个要点：一个念佛人往生之后，从晋朝到清朝，七度到这个世界来。 视线同比，你怎样认识这个问题？第四个要点，弥陀的大愿是什么？弥陀的大愿是要普度十方一切众生之类，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悉令得泥环道。 全让他们得到涅盘之果。做菩萨的，让他们成佛。成佛以后，辗转教授度脱，无穷无尽，所度的诸类众生，数也数不过来。普愿一切皆成佛。 第五个要点：比佛国中，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。这几句理很深，不容易懂。你听懂了多少？试着说一说“常如一法”和“不为增多”。第六个要点。 你从神秀身上学到了什么？你从慧能大师身上学到了什么？下面我们往下接着讲第三十品经文《菩萨修持》第三十这一品经文。 是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们的德行和日常生活中的修持，请看下面经文：福赐阿难，比佛刹中一切菩萨，禅定、智慧、神通。 威德无不圆满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，身心柔软，深入正会，无复于习，依佛所行，七觉圣道，修行无眼，照真达俗。 肉眼简择，天眼通达，法眼清净，慧眼见真，佛眼具足，绝了法性。这一段经文比较长，我们分几个小段来解释。第一小段，福赐阿难。 比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。这一小段经文包含的境界无量无边。比佛刹中指西方极乐世界。 这是阿弥陀佛教化众生的佛国土。一切菩萨是指十方世界每一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无论他方世界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或是菩萨往生的，或是声闻往生的。 乃至于阿道往生的，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菩萨，不但是菩萨，而且是阿维月智菩萨。这一小段经文的大意是：佛又叫阿难，说极乐世界佛刹里的一切菩萨。 他们的禅定、智慧、禅定是六度里的第五度，智慧也就是般若，是六度里的第六度。禅定和智慧有很大的关系。慧书说：“有定无慧。” 就变成二成声闻罗汉了。尘空智寂，在空和寂中停留下来了，没有智慧，不能起关照，有慧而无定，同于外道的邪思。还有一种比喻。 会定的关系，就像灯笼里面的光明和灯罩。过去的油灯有灯罩，若没有罩，风一吹就灭了。所以有会而无定，就像没有照的灯；有定而无会，就像没有点着的灯，不放光。 所以，定慧都重要，六通都是神通，正果的人自然就得到了。神通是我们通过修持精进所应当得到的东西，但是如果偏重神通。 专求神通，往往容易出现偏差。神通是圣道里头末了边边上的事，但得本，莫愁莫禅定智慧是根本的根本。这个智慧，不是写个什么文章这样的智慧。 而是实心打本，明白本来的自心。要得到本，就不愁没。就像一个小男孩没长胡子，你不要发愁，他没有胡子，大了自然就长出来了。没有听说智商太低就不长胡子。 对于神通，就是这样看法。刘素清老菩萨有神通，他往生之前我不知道，他在我面前从来没有显露过。他是一个笨嘴拙腮的人，有时连话都说不明白，别说讲佛法了。 可是令我惊讶的是，他在往生倒计时的五天里，是滔滔不绝的讲了五天五夜佛法，不疲不厌。我问他：“姐呀、啊，你这些话是从哪儿学来的？”他说：“不是学来的。” 到我该说的时候，自然就会说了。你想不说都不行，他自个儿往外冒。你以为就你会说呀？到该我说的时候，我必须得说。姐姐走了九年了，回忆姐姐的一生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她演了一场。 完美的人生大戏，特别是他的压轴大戏，演得如此精妙绝伦、完美无瑕。他往生的前前后后，哪一个环节不是神通？全是神通。如果不是神通， 根本没有办法解释。姐姐往生前视线神通，和祖师大德的教诲是相应的。他们平时不视线神通，因为诸佛如来不以神通教化众生，特别情况下。 往生前，视线一点神通给众生看，是为了帮助众生坚定求生净土的信念。视线神通要关机，机缘不成熟，不能视线神通。下面说说威德，威。 是威势，威神，德是功德，没有不圆满的。在这一小段经文里，特别要注意两个地方：一个是“一切菩萨”，一个是“无不圆满”。一切菩萨是指。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菩萨，一个不落，无不圆满。李炳南老师告诉我们，不是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到七地以上的境界。弥陀世界很特殊，不可思议。虽然。 不是七地菩萨，可是禅定、智慧、神通、威德，跟七地菩萨差不多。是不是七地菩萨？不是的，还是凡夫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。所以，偶遇大师在《药解》里讲的好。 西方极乐世界，什么都不是。说他是菩萨，却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明明是凡夫。说是凡夫，而他的神通威德跟七地菩萨一样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非常特殊的地方。 第二小段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。前一小段讲的圆满正德三不退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受用自在，跟等觉菩萨差不多，这已经很殊胜了。这两句比前文。 还书圣诸佛是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，密是深密，藏是含藏。诸佛如来明了，而且是究竟明了。诸佛如来心中所含藏的深密之法。 即是无上之秘法，诸佛密藏，菩萨都不能完全明了。等觉菩萨对于诸佛密藏，好比隔罗看月，还有一层罗网遮住月亮，哪能究竟圆满？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一切菩萨，包括初往生的人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有这样的能力，对于诸佛密藏能够究竟明了。黄念老是这样解释的。 密藏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如来语身如来所说的是深密玄奥，这些真实的语言，凡夫的分别心听了不能理解，往往错解了，或者听了跟没听一样。 因此叫密藏。另一个含义是，《僧时略说》，密藏者就是陀罗尼法，就是咒。只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方能了解咒的意思，不是小乘教的菩萨所能理解。这也是对。 诸佛密藏的解释，两个合起来就是说，诸佛深密的语言及诸佛的陀罗尼，这些大事都能究竟明了。诸佛密藏到底是什么？老法师。 给我们的答案，一听就懂，就四个字：“阿弥陀佛。”妙在，妙妙在。原来我们天天念的“阿弥陀佛”，就是诸佛密藏。早咋不知道呢？怪不得老法师总是告诉我们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 可惜我们没听懂啊！原来名号功德就是诸佛密藏，一切诸佛怎么成佛的？念佛成佛，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的。观经三福末后为我们讲，深信因果。 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，而是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正是这里所讲的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才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就跟大势至菩萨一样，从出发心一直到究竟成佛。 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就成佛了。太庆幸了，今天又亮了个小灯泡。第三小段调服诸根，身心柔软。调，就是调和；服是制服。诸根。 是指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调治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让他不造恶。调伏诸根，是能够身心离开尘垢，离开邪。 离开阿，调伏诸根，身心就柔软了。柔软与刚强是对立的。有些人很自负，成见很深。实际上，他不知道这是刚强难化。菩萨们不是这样。 而是身心柔软，因为身心柔软，所以就能深入正会。正会是真正的会。第四小段，深入正会，无复于习。正会，真正智慧。 正者无邪，离颠倒为正，又弃真入实为正。这个说法高，这个真是真如入实相，弃入真如实相，那是大菩萨明心见性。 就契入，真如实相。这不是普通人，故离虚妄分别。这一句的意思很深。虚妄分别不应该分别的，你分别，这叫虚妄。有虚妄分别，真实智慧就没有了。 要离虚妄分别，真实智慧才能现前。黄念老解释说：“弃真入实为正，故离虚妄分别，照了真心之智慧，名为正慧。”永嘉大师说。 了结业障本来空，末了应须还宿债。这个“了”字有很深的意思，能了罪性就空了，不了债还都在那儿，一样也不了。了字在照字的后头。 能照之后才能了，这叫正会。鱼习烦恼断后，残余之习气名为鱼习，也叫残习或者习气。二成不能断出鱼习，为佛。 独能断之，凡夫就不必说了。习气，为识家所说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，我们一般讲任相记忆，你还记得吗？你为什么会记得？比如我为什么？ 还能记住小时候的事情，是因为过去做的事情。阿赖耶识里有资料，阿赖耶像仓库一样，像资料室、档案室一样，我们的起心动念统统都在里头。不但这一生的在里头。 生生世世所干的，全在里头，就像调档案一样，一调就调出来，没有办法抵赖的，有证据，有凭有据，这个习气断不掉的。正德阿罗汉还有习气，全教菩萨也有习气。 只有明心见性的人，他们有能力、有真实智慧，转八十成四智习气才能断掉。大菩萨、三贤菩萨不行，没见性，现极乐大事无复于习。 这一句可了不得，太难了。到极乐世界去的人，不但烦恼断了，习气也没有了。那就是说明极乐世界十报土的菩萨，这些法身菩萨四十一个阶级，他不需要三大阿僧奇劫。 他很快就可以处理。为什么？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阿弥陀佛本愿威神是平等的。那我们就想到，凡圣同居土往生的人得的利益最大。为什么？他在其他。 诸佛刹土要修无量劫到极乐世界，大幅度缩短，需不需要三大阿僧奇劫？不需要，太长了。三大阿僧奇劫断尽，那像华藏世界、十方诸佛刹土是这种情况。 极乐世界不是的，他很快就成就。无量寿经为一本里为彼土诸大事，究竟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，这个里头着重在“究竟”二字，究竟。 就是习气断了，如果没有“究竟”两个字，一切菩萨所行具足成就无量功德，那还带着习气。加上究竟，习气没有了，这个不可思议。第五小段。 依佛所行，七绝圣道。修行无眼，照真达俗。依佛所行，依佛的道路来行。佛是怎样修行、正果、成佛的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。 七觉圣道包括两个内容：七觉知和八圣道。第一个觉知，则法觉知，修行责法非常重要。头一个就是要选择，分别哪个法是真。 哪个法是伪？则法是智慧。首先，我们要能分别真伪。醒安大师把法分为真、伪、邪、正、大、小、偏、圆，要能够分别检择。 第二个觉知，精进觉知，精进修住道法时，绝了不妙行于无意之苦行。现在盲修瞎练的事情很多，他不知道船在大海里走，方向错了是要触礁的。 就像提婆达多，他提倡的戒律比释迦牟尼佛严格。你觉得严格好，就跟着他跑了。没有智慧，他住的房子没有顶，里面夏天热，冬天冷，做事不近人情，身条。 心才能调，总要使得身体避风雨才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选择，如外道的苦行，认为受苦就解脱了，误区。这话是我说的，说错了，因果自负。 我们很多人太重形式，又太忽略了实质。比如，经常有人问我：“这个能不能吃？那个能不能吃？”我回答：“想吃就吃，不想吃就不吃；馋就吃，不馋就不吃。” 我对我这个回答非常满意，怎么有点禅的味道？再有一个最好的回答，阿弥陀佛，能不能吃，都在这四个字里，妙哉妙哉！受那些毫无意义的、荒谬的种种无意之苦。 为了受苦而受苦，有什么实际意义吗？所以，精进觉知是常勤修行，在真法中，这才叫精进。你忙修瞎练，再精进也是胡闹。这是黄念老说的。 对于我们敬宗学人来说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老老实实念阿弥陀佛，就是经济。第三个觉知，喜觉知，先得到法喜，后能够觉了这个喜，是正法生的喜。 而不是因颠倒法而生的喜。第四个觉知，除觉知，也称为清安觉知。清安觉知的解释，就是身心粗重的烦恼解除了，感到很轻快、很安。 修法的人用功上了路，就会有清安的感觉。我们这里称除觉知，就是清安之外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是说你在断除烦恼之后，善能觉了，把虚伪有害的除掉。 而又不损害真正的善根。第五个觉知，舍觉知，也叫行舍，自己的所念，以及心中所住的法，这个境界要能觉了，能够明白，不去追忆。 虚伪的境界，这叫舍。第六个觉知，定觉知。在发禅定的时候，会有许多假象。对于这些假象，不生见爱。禅定本来是个好事儿。 但是有的时候，也就成了一种障碍。所以，菩萨怕三禅，三禅十分快乐。菩萨到了三禅，也贪这快乐，不会再进步了。所以，对发禅定的时候，你要绝了禅的虚假。 不要有见爱，这叫定觉知。第七觉知，念觉知，就是修出世法的时候，要知道让定会均衡，有的会多定少，有的定多会少。 你就要想办法，觉得心里很沉，那就要用责法觉知、精进觉知、喜觉知来观察。如果心浮动，就用除觉知、舍觉知、定觉知来收敛。这就是七觉知的修行。 七绝之很重要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教学，无论他是说法还是行道，都离不开这七句，他统统具足。老法师说，这个第七条尤其好，平心。 坦怀，更不追忆。为什么？你才能有机缘开悟。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